早上五点钟到地里采摘，然后回来摆放，放到烤盘里面去烤干，到现在装袋完成拿出来哈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，忙碌了将近10个小时了。这就是我们每天采竹荪的日常。看看今天的竹荪烤得又白又好看，看起来非常的干净。今天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大家对竹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回应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